家好，我们是宣言小妹，我是姐姐宣，我是妹妹春。我们来到那个啦，走中角，有点紧张，第一次来这种比较大型的这种场面就会紧张啊。希望等一下可以好好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拜拜。好多人哦，这个角度很小，很紧张。我现在紧张。喜欢一个 YouTuber 说 Hello。那你现场有喜欢哪些 YouTuber？ Andy 啊。Andy 老爹还老师？老师啊。哦，所以要跟他打招呼。哎，我很紧张，我在抖哎。为什么？还好吧，没什么好紧张的。所以你只是要跟他打招呼、聊天而已，合照嘛，打招呼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让其他 YouTuber 猜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那请谁来猜？台湾。嗨，那你们猜我们是姐姐是妹妹？我高中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的，我看你这样，谁是姐姐？她是姐姐，她是姐姐，她是姐姐，谁？她是姐姐，她是姐姐。我猜这个，我猜这个，她是姐姐。啊，我跟他谁是哥哥，谁是姐姐？他哥是哥哥。哦，没错。谢谢谢谢。哎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来了，我们现在要来让他们猜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猜得出来吗？有线索吗？跟你说，他们进来半年，我也猜不出来。染色体感觉一样啊，分不出来。我觉得是他，因为眼神很诡异。我觉得应该比较成熟的定位的感觉，然后会猜他。我说真的，我还真的猜不出来，因为我看两只你们的影片，就是路线这边的，真的不知道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我觉得你是妹妹。对，蛮帅的。其实蛮好猜的，看得出来，微微的地方，我是看他们的。哎，好吧，我看不出来，我用猜的。耳男，耳男，耳男。干嘛？干嘛？哇，好大只哦！我们要来让你猜，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太难了吧！我猜他们谁是姐姐，初次见面就要猜。对啊，你们要不要先让我猜你们哪里长得不一样？好难啊！他鼻子比较挺。什么？你是姐姐？对。哎，怎么猜错呀？因为我也是姐姐。那你是双胞胎吗？我不是双胞胎，可是我跟我妹也很像。然后姐姐会有一个姐姐的气质，姐姐的感觉。对对，就觉得哎，这应该是同类，这个应该是妹妹。妹妹不同类。没有了，不要认识姐姐。好可爱哦，谢谢。你们好像小精灵哦。他喜欢呢，他跟你们合照。现在要换风男哥哥了，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很多你们吗？不是，你怎么都成年了？你们成年了吗？出事哎！谁是姐姐，妹妹啊？我觉得她是姐姐。发育比较好的应该是姐姐。我的身高应该是姐姐，她发育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是姐姐吗？我觉得姐姐通常比较安静，妹妹比较皮一点。她现在在发话的，她你们几岁？啊，十七，那快了，八岁就会落入酷炫的爪牙。我已经带他们去过不该去的地方。You suck！ 谢谢。就是要让你们猜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大家可以一起猜，姐姐妹妹，姐姐妹妹，左边吗？左边姐姐举手。我改右边。啊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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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好来，公布。姐姐身高就高一点点啊，我想说啊，怎么是妹妹反问？我想说一定会有一点问题的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我今天要来让你猜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什么？好难哦。我觉得我是姐姐，姐姐才会去主导，她感觉比较有点。我是姐姐。没有，女人的第六感，对，第六感。要拍啊！来吧。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我每次问他们，我都不知道。姐姐，你要比那么大吗？我们很大的。耶，来，我需要一些龟妈的。姐姐。在高头顶。姐姐，我先去录一下。拜拜，谢谢，辛苦了。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是阿卡贝拉。对啊，你们猜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？我们要猜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。猜得出来吗？我们刚刚其实有请他们自我介绍过一下。
面之刃里面的那个鬼面之刃，不是有一个头发也是这样子的两个娃娃，然后他们也是双胞胎，海巫夫就是九柱的大王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适合 cosplay 他们，因为真的很像。下次试试看。姐姐妹妹，我觉得会讲话的感觉就是姐姐，我自己认为，我先不看长相，我来猜，就她是姐姐。我觉得，哎，对，这样看长相，她蛮像姐姐的。因为我想说，留在母胎比较久的，是不是会长比较高？因为养分有多吸一秒钟，多吸两秒。穿一样的鞋子啊，她看起来比较高，为什么？还是阿偷垫鞋垫？两个都有垫的，垫错地方了吧？对啊，妹妹看起来，我怎么直接认定她是妹妹？我本来以为讲话是姐姐，可是这样看完之后，比较有姐姐的气质。然后她有妹妹的养分，因为她慢一秒钟拔出来。答案是我讲这么多，结果答案是她是姐姐，姐姐比较有气质。奇怪，我才有姐姐的气质。我刚刚讲错话了，你什么星座？天蝎。哦，天蝎应该不会玻璃心。天蝎记仇，心胸宽敞。结果你是妹妹。对。那如果你被讲像姐姐，你是姐，你会生气吗？没什么感觉吧。因为前后差距拔出来而已。小雅今天都长得。可是我觉得她很厉害的是，他们两个不止长得像，而且两个都戴牙套，所以意思是说生出来两个牙齿都很乱嘛。对。然后妈妈就说：“阿天哪，两个赔钱货要一起戴牙套。”要不要一起乱？那你们这个打扮也一样吗？对。来，换我问你们，你们会讨厌一样的打扮吗？对。那现在是不是很讨厌？那我好奇的是，你们两个的胸部罩杯一样大，那下面呢？都很紧。那你们都还是喝酒吗？当然都没用过，都还没被用过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而且他们连声音都很像。那我跟你们的同时猜拳，来看你们拳会不会出一样的。剪刀石头布，你看，我们才是双胞胎。姐姐，请你离开。好吧，开玩笑的，姐姐留着吧。你们今年有满十八了吗？不会啊，刚十七，大人家几岁？生不生得过？我大他们十六岁。哎，没有，我来盯场一下，谢谢两位前辈愿意挡饭。我们刚刚紧不紧有没有？他刚刚问紧不紧有没有用过？请问你们都聊过了吗？可以啊。我刚刚说他比较有气质，感觉他是姐姐，结果他是气仗，因为他只是没讲话，我说他有气质而已。姐姐其实蛮有气质的。对，都很有气质嘛。对，还好，没有。两个人没有走心，那怎么当初会把他们两个牵进来？因为我有个双胞胎的梦想。双胞胎洞。哎，不，你们不能讲，这我讲就好。你们不能讲，你们要表现不想，但是我想。因为很少听到双胞胎会自己愿意说我要姐妹洞，但是我不行，后悔。年轻不懂事啦，所以会讲错一些话，没关系，可以被原谅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你们可以留言猜我们谁是姐姐，谁是妹妹，然后要追踪 IG。谢谢双胞胎妹妹啦，也让我凑了一下人数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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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